们对于外国的贵宾朋友访问都表示热烈的欢迎，对于外宾的来访我们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，而相关的时间提成等等也当然都尊重访宾的规划。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问台湾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，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至于是什么措施，如果他敢去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快来订阅通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